先生，南宿太师死了，知道了。是慕容离，还是邓墨池？真是不枉我费尽苦心呐！终于让三人有此离心之举。现下南宿起兵攻之，慕容离，你会如何做呢？ 君王之臣，臣下常知。你等确实该死。听闻王上御驾亲征瑶光，罪臣自知，郡主所做之事罪无可恕，故将瑶光郡中步兵详掠、可借用地势一一详述，献与王上。 禀王上，大军已整顿完毕，只待王令。你所说的可属实？若有半字虚假，五马分尸。天下之大，岂容不下我二人之死？皇上。 王上，你已经喝了很多了。王上，本王算什么王上？连想护着的人都护不住。王上，慕容郡主的飞鸟回来了，真是幸。传本王命，即刻传太傅和魏将军进宫，不得有误。 是，这怎么办呀？这怎么办呢？郡主，探子来报，南宿大军已集结完毕，正火速朝我国压境，怕是出不了三日便能抵达。这么快？闭嘴！士兵清点情况如何了？将士们已经清点完毕，只是不容乐观。封印。 今夜务必将所有人数清点完毕，并将排兵布防安排出来。整理完毕后，无论什么时辰，直接送到我的寝宫。